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是啥？什么人？局长，是我。你别惊，我来处理啊。对了，宝宝搁在房间，你先留去陪伊啊。后面伊等一下哭，我爸听到就无好。好。爸，局长，吃这了。这个叶小姐嘞？哦，伊去上班啦，我伫咧找。哦，这个奥利，你有闲无？奥利，有啥物代志？奥利是你的生日啦，你家己拢袂记得啊？爸，想袂到你搁会记我的生日啊！你是我的后生。我当然会记你啊！回来祝你过生日哦。你希望我回去？但我这摆人不是亲身过来问你啊。爸，你要给我做生日，我当然真欢喜啊。那你是不是当好容易陪我做回去过生日？做袂到。爸，你刚是我的生日。感觉我袂当有一个愿望，我敢希望我心爱的人会当伫我身边陪我。你有答应我好无？你卖软糖吃我。我今仔其实原本啊，无要来找你，只是看我的后生离家出走，带着一个查某人处理。那是风声出去，我有啥物面子嘞？爸，你卖做啥物代志，拢顾虑着面子。我才不管人安怎想，你不管，啊叶小姐嘞，你敢有替伊想过？虽然讲伊过去感情真复杂，但不过伊即摆是一个还袂嫁的查某囡仔。你到底甲伊同居？伊的名声都互你拍歹了了，你叫伊以后要哪嫁人嘞？这你免替伊烦恼，我会带伊。我真正互你气死，志哥。你真是要把你的一生浪费在叶小姐的手头？你跟别的查甫人斗阵过，又搁有心过，你安尼跟伊高高低，是会臭名臭声。你是安尼要来糟蹋你家己嘞？爸，如意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嘛是去有歹人骗，你莫对伊有成见，嘛莫甲伊讲啊遐尼歹听。伊搁较好，甲阿咪敢袂比者？人 Amy 各种的条件拢真好，敢若是个性较刁一点啊。你若是无介意，我嘛袂勉强你。要唔过你至少嘛爱找一个家世清白的查某囡仔。爸，我完全袂当接受你这款的讲法。你袂当用这款的比较来伤害如意。假使你继续维持这款的态度，那恁生日讲，我嘛袂当。我甘愿踮在这甲如意做伙。无你即马。你把切成白鸡的亲情心，我才会对你这样用心栽培。我来算是这款的结果，连带坏一个外人，都比你较知影会处理失相。无论是处理病院大小项代志，甚至因为工课，伊嘛是真辛苦的打起来。现在代坏就做会到，你算我这样失望？无即马到底谁才是我后生啊？既然你等于看到台爸，那你就给伊黑你朋友一人就好啊。啊你呢？你也是我这个家啊。叔，你袂当接受如意，就当作无我这个后生，我是绝对袂当。你。
你实在不应该为着我的代志，跟你爸爸冤家安尼，袂阁讲这么做。你放心啦，我讲爸吼是伫红火头，所以讲话较歹听。其实代志无遐严重啦，你莫烦恼。阿婆，来，爸爸，哎。我袂用让雪莱发去伤害到志强，我一定要站出来，踢破伊的小鬼仔脚。爸，你真贴心。啊，无安尼，这以上的评估，我等下厝再给你报告，哈。哦，就这。妹妹。比如公司吼，我公司解决就好啊。啊，妹妹啊，这边咱公司吼，太阳生产线这设备，这有需要开偌济？啊，要哪开始啊？爸，照我初步甲计算起来，可能需要动用1000万的资金。1000万。文子啦 ，Amy 是估计头1000万，阿弟嘞？爸，那是照我的估计，应该2000万才合理。哦，2000万，你敢有讲唔对？你是当作咱杨家在印银票了？明明1000万应解决的代志，你少讲啊2000万才合理，真正食米唔知米价。妹妹啊，纯真才来公司也无外久啊，有一寡代志哦，伊较毋捌，这嘛是正常的啊。你哦，甲加料，莫你甲搞碎啊。来，等者啦，你讲看卖，是安怎样？咱这预算着要开到2000万才合理？爸，是安尼啦。大姐所开1000万的迄座机械，是目前业界采用上济机种。啊，不过因为伊的模具较旧，所以咱公司若是买迄座机械，两年了后就改换新。施工成本的增加，恐惊的比2000万，搁食了几落倍。好，你搁继续讲。大姐。其实我有甲生产机械的工程师请教过啊，我想要买迄座机械，虽然价钱有较贵，啊，不过伊有真侪所在拢是用电脑程式来控制的，至少10年以来，佫会当应付所有卡达车生产的变化佮进步。是到咱嘛无需要加开钱去台湾生产设备啊。真好，真好，真的啦。我若想袂到讲吼，你做代志切定真，佫这么有远见，我吼无看唔着人。你为啊吼，实际当培养个人才。爸，我要学个所在佫足济个嘞，佮大姐比起来，我个经验佫足浅个嘞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即摆吼，连你们这么有经验个人吼，就要服你啊。阿伯吼，我伫事业甲公司要交互恁两个人去管理吼，安尼我嘛当较放心哦。董事长最近心事重重，阁真失意，所以我们才想讲要约你见面。总经理，我敢会当请你卖阁安尼进面不我啊？既然你即马都已经无到议会做伙啊，谁做你阁唔转去杨家？
我甲阮爸表明过，我绝对无可能阁转去迄间厝看人的目色，嘛绝对袂阁受着阮爸的控制威胁。我决心要靠我家己的力量，重新阁站起。敢讲你真正忍心要放弃恁爸仔囝的感情？我看会出来啊。当初长嘴的虽然无讲，但搁在伊的心肝内，其实伊还搁足挂念你的。遐若无伊，就袂替你甲纯真留在尤家，留在伊利达。当初长伊会安尼做，嘛是想讲要替你留一条后路。我想说，当初长伊的苦心，你到即卖还是无法度体会。我甲我的人生行到这个坎站，都表示我已经无退路。我知影你是好意，莫阁苦劝我。我绝对无可能转去杨家，无可能转去伊利达。你先别讲，多谢。纯真要安怎？因为着你吃遐尼济苦，受遐尼济委屈呢。伊到即卖还阁为着你踮着手底游家，你敢知影伊安尼做，是想要替你留一条后路？敢讲伊安尼做，对你也无够尽心尽力，所做牺牲也无够济，敢无迄个价值会当将你靠转去伊的身躯边？纯真。确实是一个真好查某人，要无感情的代志是无得勉强的。我无爱伊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硬要跟两个人白做伙，对阮双方面拢真残忍。小萱，我知影你向甲纯真拢斗阵了袂歹，既然即摆伊在伊利达上班，麻烦你加甲照顾者。其他的我都不方便，也不出得来了。总经理，先坐。多谢你哈，我公司还有事情，我先告辞。我是愈想愈厌气啊！你敢知影，春真哦，现在心机有够重的啦。今仔日伫因个公司哦，害我伫爸面头前无面子。有影？哎呦，我春真甲看起来都遐温顺，啊，竟然遐好打。人讲阴天狗会咬人袂好啦。喂，大姐，我回来。春真啊！即马才下班回来哦，啊，有影真辛苦呢。啊吼，上班到吼，连食饭的时间嘛耽误着。我看是毋是爱叫恁大哥哦，减派一寡工课予你，啊是讲你私下还阁有一寡代志，爱私底下进行，袂用提恁家厝去做。大姨，恁安尼讲，我哪有啥物私人代志爱无用，袂当予恁知影的。啊！这我哪会知啦？迄都爱问你家己的良心吗？哎，春真啊！爸，啊，你袂用到这晚才回来啊？哦，阿姐，妈袂安尼。阿袂啦。哦，啊，公司的代志啊，你著慢慢啊去熟手就好啊。你安尼，啊，拼到安尼要创啊？啊，身体较好紧，知影无？嗯。免操心啦！啊，我著看春真无回来吃饭哦，已经有甲捞菜啊啦。小等微波一下哦，烧滚滚，袂输哦，现煮的嘞。多谢大姨这么关心我。袂啦，是讲中华，我知影你叫春真哦去公司上班是好意，啊，不过哦，春真以早对公司的业务也无熟手啊，啊，你雄雄派遐侪工课给伊，敢会给伊伤大的负担？我看。是不是
爱好伊留踮咧厝诶，啊，若无伊诶身体变啊调养会好势啦。我看归去吼，莫阁互伊去公司上班啦，踮咧厝诶好好静养啦。大姨，不要紧啦。虽然我对公司诶代志还未熟手，啊，毋过我感觉真有兴趣，我未感觉忝啦。是啦，我相信哦，纯真讲诶，这是用心来话。啊，今仔日咧公司甲我报告。太原生产线设备的预算报告，我感觉伊哦真有远见，啊判断了嘛足准的。然后啊，下面就去闭关，较重要，生理镜，生理镜。那小爸，孙子，阿玲哦，能叫我要着啊，要着哦，上位着我，叫我吃饭啊。哦，爸，大姨大姐，我先去吃饭啊哈。大姨，来太济啦，正话找我有啥物代志要吩咐啊？无啦，啊，都困无啥会去，想讲来甲你开讲一下，啊，想说来关心你的状况。啊，即阵啊，你去公司上班，一定足辛苦的吼。真是袂啦，拄则我回来的时阵就讲过啊，我对公司的业务嘛真有兴趣，一点仔都袂感觉忝。我知影你拄只哦是惊切到恁大官的意，所以才讲遐个话。其实哦，伊甲你伫喺公司上班，顶多是艰苦着我。啊，即阵嘛哦，无你伫喺厝个安尼，甲我看头看尾，倒无闲。啊，厝内底所有个代志哦，拢落伫喺我一个人个身躯顶。我嘛已经有悔啊，实在袂堪要安尼操。大姨，歹势啊，拢是我唔好，害你遮尔忝。啊，忝是无要紧，是惊哦，忝了无代价，无人感谢你，唔知影你的意。我知影大姨对我好，你放心，我唔是迄款忘恩负义的人。嗯，我嘛希望讲，你是一个捌人情的人。啊，我嘛知影昊天因爸爸吼，是因为昊天对不起你，啊，你囡仔阁无去啊。惊讲你伫感情上无一个所在通我挖苦，会胡白乱想，啊，毋则想讲，互你去公司上班，啊，互你的心情会用你恢复平静。我想哦，伊应该毋是真正爱你打迄个业务，插手伊的事业啦。啊，你想看卖，啊，咱杨家大门大户，啊，放新妇伫外口甲人盘烂做生意，总是无体面啊。啊，若唔知影的人哦，啊，搁了阵咱杨家已经无人，落济到吼，都要互一个外姓的两家查某来斗担这个家的担担同款。大姨，我家己知影家己的斤两，我会真认真注意家己对人对事的态度，袂去试着杨家体面。啊，若伫个公司若拄到什么代志，我嘛先请示大姐再做，绝对袂去占款。纯真啊，啊！你千万唔通想讲大姨安尼讲是超工伫压你，我是希望讲你能将心比心。啊，自从昊天哦离开伊利达以后，啊，公司顶顶下下所有嘅业务，拢是 Amy 一个人伫担。伊用所有青春甲血汗，唔才让伊利达有今仔日嘅成绩。我当然是希望讲，伊能得到伊应该有的利益。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苦衷甲立场。啊，你是巧巧啊人，应该袂怨我啦，吼。啊，袂啦，我唔敢，我无半点怨叹大姨的意思。人讲吼，食人一斤，嘛爱嫌人八两。啊，我是唔敢唔望讲，你会安怎报答我。只希望你会记得讲，昊天欺负你，啊！伫伤害你的时阵，我甲艾米是安怎听你，安怎甲你赞声都好。
千万唔通受阮大房的温情，煞袂晓离阮报本，搁来挂阮大房的吊仔尾。段姨，你甲大姐对我温情，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头。我食人一口，会报人一道。我会去伊利达上班，嘛是无想要有爸媳无，绝对毋是啥物企图甲野心，想要甲大房争啥。啊，你若真正会晓想，啊，真正知影讲你伫咧做啥，啊，知影讲大姨是安那维持这个家的苦心，安尼我都安心，阴暗吼都更加会露面啊啦。安尼真暗啊，互你较早休困嘞，哈。大姨晚安。对嘛，听讲总共有一个副大队长的客哦，你应该有份啦吼。无啦，我头前搁做一个先摆在排队啦，无通轮到我啦。好咯，啊你的表演这好，应该是有吧。慢咧慢咧讲，来来来，停地停地。各位拍摄，组长，你好你好。你哪来？我昨下讲组长给你休困。有时间通食饭，所以我想要请组长去食一下饭。你真白班呢？你无看到我咧个朋友在遐讲？是啊，歹势吼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是足有诚意的。而且这顿饭，组长，你一定要加醋点食，因为我有代志要向你报告。他说你来无去，那你会后悔，恐惊会误入前途，发生危险无？你即马是咧甲我恐吓？不，组长啊，就算讲我甲天公照胆，嘛唔敢甲你恐吓啦。组长啊，我是真正为着你好，因为有人暗算要对你不利。好，我对你讲一撮，希望你这顿饭会合我的胃口。组长，你放心。绝对有你满意。拍摄哦，林姐啦，各位拍摄哦。左六请。啥子啦？哎，有啥物代志紧讲啊？左六，咱稍等一下，我阁有一个朋友要来，姓周啦，林伯啊。唔够就刷啦。左六嘛，即摆是安那？昨天是看我来要走，无欢迎我遐。我哪会无欢迎副院长啦？哎，何一鸣啊，你讲要带朋友，你是副院长啊？是啦，左六啊，唔知咱副院长敢有资格参加？哎，你卡早讲的，副院长请我食饭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哎，副院长，请。哎。对呀，唔知副院长有要特别是点什么菜？青菜。我先来点菜。副院长，您的。不是。唔知副院长找我有啥物贵事？我真罕咧甲组长接触，啊，不过我听讲哦，组长做人真阿傻哩。既然呢，我得卖电话世界，我一直就讲啊。有啥物指教，就你讲。我知影，你较早大细用真马子，对我啊，你出面去替我处理的代志，你嘛拢可阳奉阴违。俺们讲希望从即马开始，你当我搞鬼啊？我是公务员呢，我用的是公事公办。我哪有可能阳奉阴违？副院长，千万别误会我呢。大家都是翘翘的人，何必来跟我讲这款三脚六翘的话？我都破甲白啦！我知影，最近大婶有去惹着你，敢讲你无想要让伊一点仔教诲？好，
道长的是我前年的老朋友啦，伊即马尾嘴哦是小可翘较悬的，也毋过我若甲挂一下哦，伊就会乖乖动落去啦。我不需要再去找伊麻烦啦。我就知哦，你也是唔甘要杜世雄哦，你的好处。会长啊，饭会使乱吃，话袂使乱讲呢。好啊，你唔信你嘛要紧，啊不过搁较侪好处，敢比会过一个总教副大队长的身份啊？我这个人哦，伊有真少情啊。那跟我斗三工，我嘛绝对挺到底。左长，我是议会副议长，我若私底下运作，你想要调去总教的机会，是不是搁较大？啊！而且咱大家咧烧饭烧钱，你好我嘛好啊。就算讲这届我都安顺利调过。后摆你伫咧境界的前途，我较保证，绝对是一片光明。好，多谢多谢。是啦，而且这么大势雄，怕算要出卖你。左长啊，我是感觉讲你无需要去代表过去我小小的交情。大势雄要出卖我？无唔对，拄则我毋是甲你讲。有代志要向你报告，就是这啊。杜世雄亲嘴甲我讲，因为拄仔讲伊管的代志，伊对你足袂爽的，所以即马拍算要甲你住喺酒店出出入入弄个大狗出去，搁办一下记者会，出门要你倒头债。你竟然敢安尼对付我？杜世雄是啥物款的人？敢讲你拢唔知？来啦，青菜。左长啊，你放心啦，路遐大个代志，我会替你处理。我绝对无可能让杜世雄伤害你。都是安尼，我即摆才了解你甲我讲小撮变英雄是啥物用意啊？是啦，迄摆组长你看会起我？莫安尼讲，即摆副议长来支持哦，你的身份无同啊。多谢组长，多谢。好啦，莫去讲啊，来，不要捧起来。就咱这届，会当顺利合作成功。来，合作成功。来，陈阿姨。啊，陈阿姨，陈。哎，魏总，请。是你想转恁，我叫你走，你讲唔对。想要走唔是你，你嘛会计出陈转转去讲我，你根本就唔是真心为伊设想。你家己是想要，让志强失去伊爸爸对伊，失去志强本来的一切。我无可能让你成功的，我甘愿把咱的代志拢给压压惨，我嘛袂让你去伤害到志强。如意的个性是惊软唔惊硬，我应该好了甲伊讲才对啊！我哪会这么冲动？万一如意伊若真正甲代志讲破，安尼我的辛苦唔着拢白了。爸，你回来啊！来晚了，明仔去迎会啊！我看。还是你来主持啊？啊，佫唔是讲伊会去，伊是基金会董事长，
照理应该由伊来主持才对啊。伊袂去啦。啊，为什么呀？爸，啊，你交代我，把所有资料拢一面有过去给伊，我拢已经做啊。也毋是为着迄位叶小姐的代志，非得啦。明仔载你好好准备，替伊处理好所有代志就对啊。啊，是。卡苏志强继续甲爸闹落去，伊就可能袂当来这个厝住。上次基金会董事长的位置，嘛早晚变成是我的。照这点看起来，如意的存在，顶多是对我有利。只是今麦如意威胁我要甲代志讲出来，看起来我今麦真糊涂。如意无这个胆，敢来突破真相。志强，饮茶啦。多谢。已经请你阿妈，你搁无去好睏，明仔载你该上班呢。等我把这些资料吼整理好，我就去睏啦。你已经决定明仔载要去开会啊？我袂去开会啦，我想讲吼，把基金会资料吼摕去来发，我请伊吼代替我处理。以后就交新的董事长接手，就交我无关系啊。为着我的代志，和恁甲恁爸爸冤家安尼，我心内真正就袂得过。如意，我无想要做基金会董事长，这件代志真正甲你无关系。本来我都唔是合意的。我再讲，我对基金会代志嘛唔是真有兴趣。我是感觉哦，来发比我较适合，所以我想讲趁这个机会，把基金会当初你的位交出去。志强，好啊啦，你莫阁苛刻我，我已经决定安尼做啊。你先去休困，好。好啦，你莫卡在休困了。为着志强，嘛为着我家己，明仔载我一定要跳破来发的真面目，我袂用让许来发称心如意。好意思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甲美英甲你翕一张相，当然英姐啦，安尼好，拜托甲你翕一张，来。多谢多谢，没客气。多谢多谢。看起来徐来发医师今晚算是一个任务啊。这拢是爸栽培啊。时间差不多啊，你用车包进来。来发。好。哎，林当主，曹当主，您来啊！对对对，我一丢兵哥上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多谢啊！哎，来来，爸。叔叔，蔡叔叔，爸，一切拢准备了差不多啊，两千八，还够够当叔一场。好，啊，一定啊，你这囝仔吼，只要做代志真周到啊，甲阮的贴啊吼，拢真心送给阮啦。大家拢是阮爸遮尔多年朋友，我只是借阮爸的番薯去做。孙孙哦，较想要搞健康啊，
啊，佫吼这样啊谦虚着，对啦，啊那也无看志强。是啊，我伫国外吼待半年啊，我即届吼就专工转来看志强的啦。刘表姐，是安尼啦，我哥伊是因为啊，爸。真正来啊，只想爸人放心嘛。志强啊，真久无看啊，你真壮哉哦。其实你做董事长哦，都无唔对啊啦。志强啊，董事长也做啊，当时要娶啊，我红包吼已经存了几啊年啊呢。但志强，你唔是讲唔来，想做你去出现。好，哎，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有啥物话，如果会场再讲啊。来来，请请请。请请。爸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无爸，您讲啦。刚来发现你结婚证。好，你明天好。是有什么代志？爸，我今日唔是来开会，是来办告假。我想要辞掉基金会董事长的职务。志强，你是挑工被我歹看。啊！拄则你嘛有看到，遐个董事因为听你，知影你做董事长，而且这么支持基金会，啊！你这么雄雄不爱做，你叫伊要哪想啊？还有，我做老爸，这么用心栽培你，你是来叫我失望的。好了，爸，这回我会参加，啊，其他代志等会议结束，咱再阁讲。在座的贵宾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和谦医学研究基金会的年会，非常感谢。即马就予咱大家来欢迎，阮和谦医院，也就是基金会创办人陈和谦先生，也佮有阮基金会董事长陈志强先生。董事长，当然是你来讲话。首先，我要先感谢各位肯拨时间来参加今日的年会会议。我相信大家拢知影，基金会成立的宗旨是为了要帮助更加多不幸得到癌症的患者。这一年来，伫社会各界的支持。以及基金会运作之下有真好的成果。即马，就予我为各位说明这几年度的活动规划。如伊来来遮，敢讲伊想要将所有代志拢讲出来。所以，这就是目前基金会的活动。我相信，只要基金会会当继续朝目标前进。一定能提升台湾医疗品质，甚至能成为全世界最高水准的胰脏癌研究中心。这是志强的公义，我不愿意用我个人的恩怨害伊失明子。哎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多谢爸，我想要带如意做伙回去，敢会用？是你的生日，我尊重你。多谢爸。
如意，七哥，你哪来？我是来。人情冷暖，如君如未见，世事往往，最后才看会明。